师傅，您好歹也是天启门掌门，怎么老是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为师只是想试试你的身手。如今你已武艺大成，甚至自身修为这儿早已超越了为师，师傅也就放心让你下山去了。下山？这山上山清水秀的，要什么有什么，我为什么下山去呀？你再不走啊，师傅我可要小皮鞭伺候了啊！师傅，您怎么老让我下山去呢？这卡里有100个亿，足够你挥霍的了。这是暗神殿的令牌，它是暗神界最大的组织了，由你调遣。还有我们天极门用深海玄银打造的108根银针，可以活死人肉白骨，你也拿去。师傅，您这全部家当给我了，您这是……十几年前，为师曾为你定下了一门婚事，现在需要你下山去履行婚约。师傅，您这全部家当给我了，我还以为您招待后事儿呢。你呀，命中有劫，必须与定河之人结为夫妻，方可破解，否则万劫不复。师傅，我还年轻着呢，我不想结婚呀。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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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赶师兄下山呀？你师兄啊，他命中自有定数。师傅，您别走啊，师傅。反正我也是位黑客，可以随时观察师兄的动向。万一师兄下山遇到危险怎么办？不行，我们把师兄下山的消息告诉四位师姐。会长来清理门户，还不赶紧上前受死？我没听错吧？你说要干掉我黑龙？你是猴子请来逗逼的吗？我看着他。一群侠女小姐，小师弟下山了。吕总，明在正拍了，但是苍宇集团出价100亿，比我们出价高。我不管苍宇集团出多少，月星集团高10%。好的，吕总。什么？小师弟下山了？穆医生，患者心跳停止，血压下降，可能要撑不住了。手术刀，止血钳。
医生，患者心跳好像恢复了。小师弟下山了。啊！干什么？你是个什么东西？就你！你敢配跟我抢？好。导演，怎么样？像是不愧是国民女神，刚刚表演太精彩了，非常有张力。谢谢导演。小丽下山了。应该是这儿。嘿，干什么的？这是林倩倩家吗？我是来找林倩倩的。这里是林倩倩的家，不错，可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我不是别人，我是林倩倩的未婚夫。未婚夫？怎么回事啊？大小姐，这人说是你未婚夫，你说可不可笑？是不是缺心眼啊？什么人都能叫我未婚夫了，敢想他我滚！哎，你说是林倩倩吧？我师父说我跟你从小有二亲，所以我是来履行婚约的。婚约？什么婚约？放屁！什么狗屁婚书？我是不会承认的，赶紧给我滚！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舌苔太厚，皮肤粗糙，我看你是肝火太旺了，待会儿给你扎两针就好了。怎么，当骗子不成，改装江湖郎中了？倩倩，怎么一直在这大呼小叫的，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妈，他不光侮辱咱们林家，还说跟我有婚约。夫人，我就婚书为凭，我确实是林倩倩的未婚夫。不错，这上面呀确实有我家老爷子的签字。那你跟我来吧。慢，你什么意思啊？小伙子，来喝杯茶。坐吧。我什么时候和林小姐结婚的？这婚书啊确实是我林家老太爷签过字的，但是啊我不能把女儿嫁给你。我有婚书。你看啊，你穿着的比较随意，比较接地气，我女儿呢穿着的非常规矩，非常洋气。由此看来呢，你俩并不合适。我有婚书。这婚姻呢讲究门当户对，我们倩倩是才貌双全，而你……我有婚书。我的意思是你俩……我有婚书。婚书婚书婚书，我看你昏了头了。我们林家可是南昌第一大家族，资产过亿，今天就凭一纸婚书让我把女儿嫁给你，简直是痴人说梦。我有婚书。有婚书就了不起啊？有婚书就了不起啊？叶少，你来了。叶哥哥，你总算来了。就是这个臭屌丝拿这个什么破婚书非要让我嫁给他。切，跟一个穷屌丝有什么好？待会儿本少爷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收拾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的啊。哼，傻子，等本少爷娶了你以后，你们林家所有的一切都是本少爷的。这位兄弟，敢问你是哪家氏族的子弟，又在哪儿高就？我没有工作，前两天刚从山上下来。我还以为有什么本事呢，原来是刚从山上下来的乡巴佬。不是乡巴佬，我是天极门弟子。什么天极门弟子？像这种小门小派我听过没有。乡巴佬就是乡巴佬。哎，小子，你知道我是谁？我不想知道你是谁。
睁开你的狗眼睛看清楚，我叶氏集团的大公子叶飞。没听说过。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来这儿不是为了钱吗？这张卡里就100，够你这样的废物活一辈子。拿钱消失，现在，马上。臭乞丐，这可是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还不快捡起来？叶哥哥赏你的，你就拿着。怎么，嫌少啊？本少爷可以再给你加。拿了叶哥哥的钱，记得给叶哥哥磕个响头，感谢叶哥哥的施舍。怎么，你还惦记着和倩倩的婚约呢？我可告诉你，我是不会同意的。我家倩倩绝对不可能嫁给你这种没钱的臭屌丝。臭小子，赶紧拿着滚蛋。要是把师父给我的婚书损坏的话，可又少不了一顿皮带呀。臭小子，我让你捡钱，你把这破婚书捡，诚心耍我是吧？你最好把我的婚书还给我。怎么，要打我呀？来，朝这儿打，朝这儿打，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干什么干什么，你难不成真的要打叶哥哥？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动叶哥哥一根汗毛，就别想活着离开江湖。婚书被毁要吃师傅的皮带，展露实力也要吃师傅的皮带，既然都要挨皮带，还不如……这可是你让我打的。都给我住手！就是你小子来我林家闹事。林烨就是这个臭要饭的，他不仅出言侮辱我们林家，他还想动手打叶哥哥。小子，你为何要来我林家闹事？我告诉你，我爷爷可是当年威震南疆的龙虎军第一统帅，你今天怕是死到临头了。晚辈赵瑞见过林老先生。赵瑞，你就是赵瑞，你是无上真人的徒弟赵瑞。哎呀，我可等候你多年了，你师父可好啊？哈哈哈哈，想当年我驰骋战场，身受重伤，多亏你师父救了我，因此我和你师父为你和倩倩订婚约。哈哈哈哈，太阳，我林家要有喜事喽！爷爷，什么婚约？我不同意，我才不要嫁给他！哎呀，老爷子，你真要把倩倩嫁给这个臭屌丝啊？那你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给我住口！林家的事我说了算。爷爷，您怎么能把我嫁给那个臭要饭的呢？倩倩，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这位赵先生他是无上真人的弟子，岂能是池中之物？爷爷，我看您真是岁数大了，他分明就是一个癞蛤蟆。林老爷子，我这个池中之物也想娶亲，这是我和月薪集团一个亿的合同，就当作是聘礼。我不同意，你必须嫁给赵瑞。爷爷，爷爷，叶哥哥，我知道你对我贼好。倩倩，小子，明天是我和月薪集团的签约仪式，到时候看看。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月薪集团，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该不会是云总？这是和叶家的一亿合同，明天还有和林家的签约仪式，您要出席吗？确定不去吗？哦，好的。
二师姐，二师姐，小师弟下山的消息你知道吗？你觉得男人只会告诉你一个人吗？我告诉你，小师弟是我的，你可不能跟我抢。师妹啊，要不还是先找到小师弟再说吧。那大师姐和三师姐肯定也知道，可不能让他们捷足先登。三师妹，你这飞针的功夫还差些火候啊。能伤到大师姐的也就只能是传说中的逆天五针了吧。小师弟下山的消息你已经知道了，但小师弟现在身在何处还不得而知。没想到冰山美人的三师妹也会担心起小师弟的。我看真正担心小师弟的是大师姐你吧。我不然怎么会特地来找我？我有吗？怎么了？他居然还有脸来，为了入赘咱林家，要脸干什么？今天是我林家签约的好日子，你居然还有脸来。不过我警告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不要仗着我爷爷就为所欲为。哟，这不是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小乞丐吗？你真敢来啊？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叶哥哥是我们江东城赫赫有名的青年才俊，今天你就会知道你们之间的差距。小子，那我就得跟你好好说一说，今天到场的每一个人，哪一个不是身份过亿、身份显赫者？而你，就只是一个想靠女人吃软饭的家伙。叶少，要我说呀，咱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他呀，就是一个没钱没势的臭屌丝吧？钱？不就是一串数字吗？对你们来说有这么重要？这么说你没有钱？还一串数字，那你有吗？天哪，你该不会是疯了吧？臭乞丐，还一串数字，你可真有吹。就你这个穷酸样，你顶多就算是一。小子，本少爷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倩倩，这幅画就是我今天送给你们林家的礼。这幅画的名字叫做鹰击长空，是我们华夏国最有名的医画大师张宏远先生的作品，市场价值千万。这话不怎么好听。我听说张宏远先生本人淡泊名利，曾有人出价一个亿都没有能得到他的画作，叶少能得到张宏远先生的画作，可见叶家的实力非同一般。小子，这知道本少爷的实力了吧？这幅画在我看来也就是水平一般吧。他说张宏远先生的这幅画水平一般。这幅画确实水平一般，只可惜浪费这么好的纸墨了。臭乞丐，
你到底懂不懂啊？你知不知道张先生的这幅《鹰击长空》是多少名门贵族一直梦寐以求的绝世佳作？你还说的一般，这也算佳作？叶哥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了，他呀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就是，瞧他这副穷酸的样子，真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看上你哪儿了。把这幅画当成绝世佳作，到底是谁没见过世面的？哪儿来的臭屌丝，竟然敢随意诋毁张老先生的作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种人啊，就只会故弄玄虚。我看啊，就应该把他逐出会场，是不是？逐出会场，逐出会场！滚出去！滚！小子，就凭你也敢说这幅画一般？好，我叶鹏飞就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能说出来这幅画的不足，我当面给你道歉。但你要是说不，小子，后半辈子我就让你再也长不起。你还不赶紧下跪认错道歉，说不定叶哥哥大发慈悲，还能留你一条好腿。叶哥哥，您心肠也太软了，何必给这种人留机会呢？要我说呀，你不如直接把他的双腿打断，让他知道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倩倩，整个江东都知道，我叶鹏威一向是以理服人，我要是直接打断了他的腿，大家该说我仗势欺人。我就是要让这个臭乞丐输得心服口。请吧，小乞丐。啊，不对，应该叫赵先生。这幅画作虽然笔法精湛，苍劲雄浑，但是画中老鹰却少了一些神韵。缺少神韵？小子，你是真能编呀！这画作中的老鹰栩栩如生，你却说他缺少神韵，我看你是缺少教育。现打！来人，把这个小子的腿给我打断！什么？你说小师弟有危险？小师弟现在在哪儿？好，小师弟在城南的宴会厅。小师弟，我来了。想让我跪下磕头认错，他不配。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叶哥哥，你一定得好好教训教训，让他长长记性。倩倩，别着急，既然这个臭乞丐他说了，那本少爷就满足你。住手！叶少，请他手下留人。张先生，您来的正好。刚才这小子当众诋毁您的画，说您画作中的老鹰缺少神韵，像这样不懂货的乡巴佬，我本来想着帮您教训教训。叶少，稍安勿躁。既然是他诋毁我的画作，是不是应该老夫亲自去处理此事？张先生，张先生，像他这种人，您可千万不能心慈手软。张宏远先生来了，这小子死定了。是。年轻人，我是谁，想必您很清楚。是你说我这幅画中雄鹰缺少一些神韵。倩倩，你看八朵名字，亏了没让他进咱林家的门。这幅画作画技精湛，大气磅礴，普通人第一眼一定会被画的气势震撼，再加上老先生的气势加持，所以一定看不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小朋友，那我倒要洗耳恭听，想听听有何不足之处？不足之处只需一笔即可。臭乞丐，你可真能吹呀、啊！还只需一笔，你也配呀、啊？叶少，咱们之前的赌约依旧作数，要是我输了，任凭你们处置，
要是你输了，你就给我下跪，磕头认错。这可是叶哥哥送给我的礼物，要是毁了，你赔得起吗？老前辈，多有得罪，在下献丑了。来，拿笔来。笔就不用了。不用笔，那如何作画？银针也能作画，这小子也算是狗急跳墙了。叶哥哥，你送我的礼物被他毁了，我不管，下一次你得补偿我个心。以后和月心集团的所有订单都是你，还差这点小钱。画册上的老鹰真的活了。那小子不会真是什么世外高人吧？我没看错吧？老鹰真的活过来了。画桌中的不足之处，老夫多少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没想到今天一个年轻人你居然给解决掉了。不可能，他这个臭乞丐肯定是真有问题。你刚才使用的莫非是传说中的逆天五针吗？什么他妈逆天五针，这都是他的障眼法。张先生，你逆天五针那是一夜的神迹，只可惜老夫穷其一生没有参悟到其中的奥秘，今天竟然有人拿来如此作画，真是不可思议啊。大这为师，恕老朽言拙。请让我尊你一声老师，为我传道授业，替我解惑。我没看错吧？张宏远居然管他叫老师了。华夏国医画界的泰斗级人物竟然叫一个臭乞丐老师。张老先生过誉了，我赵瑞也很想和张老先生切磋医画技艺。他该不会真的是什么世外高人吗？什么世外高人，只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张宏远那个老东西也是被迷了心了。介绍，你是否还记得咱们二人的赌约呀？现在你是不是该向我下跪道歉？我叶鹏威，叶氏集团的继承人，跟你下跪道歉？愿赌服输，难道堂堂的叶家大少爷难不成想抵赖呀？这可不像是一个名门望族的样子。我叶鹏威就不知道输字怎么写，堂堂的叶家大少爷竟然连书字都不会写，可见叶家的教育水平也不怎么样吧。臭乞丐，你给我闭嘴。敢侮辱我叶家，你知道侮辱叶家是什么后果吗？叶家你没听说过呀？给我上！谁敢，谁敢。叶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为难赵先生。张老先生，你真的要为了这个乞丐求情吗？乞丐？试问哪个乞丐可以解张某人多年的困惑呢？张先生，这个小乞丐用的只是一些障眼法，希望你不要被迷了心。我叶鹏威建议将他逐出会场。想将我逐出会场，就你？哼，我林家同意将他逐出会场。我王家同意。我李家也同意逐出会场。杨家也同意。给我赶出去！出去！都给我住口！你敢再为难赵先生，那就是和我张宏远作对。张老先生，我叶家虽不及你张家，但在这江东也算是名门。你真的要为了这一个小乞丐就得罪江东的所有豪门吗？给我上！我看是谁那么大胆，敢欺负我们小师弟。
四位师姐，你们来了。那个巫国民女神夏心柔嘛，没想到我在这儿能见到她本人呢、啊。还要想遇夏国医学教授穆香兰，听说就算是将死之人，也能将他起死回生。剩下那两个虽然不认识，但是能跟夏心柔和穆香兰在一起，想必也一定是一个什么大人物。对，四位师姐，你们来了。臭小子，要不是小师妹通知我们都不知道你已经下山了。小师弟，你可真够意思啊，自己偷偷下山也不告诉我们，还让我们四个师姐来找你，回头再跟你算账。小师弟，下了山学业也不能荒废，到时候回来跟我学医术。就是，小师弟，你有没有想我啊？师姐我可是每天都想你呢。小师弟，年轻人，几位美女，你们就是你欺负的我师弟。美女，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东叶家的大公子叶鹏威。你说的这一些我都没有兴趣知道，赶紧跟我的师弟道歉。美女，你是不了解我们叶家吗？你说让我跟他道歉。叶家是什么东西？不道歉灭了就是。美女，我没听错吗？你刚才是说要灭了叶家？怎么聋了？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高兴的消息。且不论我叶家在江东如日中天，又论往昔在这叶江东也没有一个人敢说能灭了叶。你们真当我叶鹏威是素料？好好好，张宏远帮着你们四个也要帮着，那就是要跟我叶鹏威作对，要跟我叶家作对。你们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后果能有什么后果呀？他不会真的以为他们叶家很牛吧？我们叶家纵横江东数十年，如今更是凭着月薪集团一飞冲天，你们凭什么瞧不起我们叶家？你们笑什么？他就是月薪集团的总裁。你敢欺负我的师弟，你觉得跟月薪集团合作还有？你是月星集团的总裁？月哥哥，他不会真是月星集团的总裁吧？那我林家的陷阱，虚张声势罢了。你要真是月星集团的总裁，那我就是暗神财团的老板，吓唬谁呢？高师姐，你要不你给他看看吧，带着衣服就你最好，他是不是哪有问题？不用给他把脉，我能知道。想到这么说，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哼，臭乞丐，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妙药，让他们四个都能为你撑腰？回头把这个药介绍给我来。叶少，我看吃了迷魂药的是你才对吧？叶少，看来你确实需要治疗一下。夏国医学教授穆香兰，哎呀，真没想到一个医学教授身材可以这么好啊。叶少，我劝你不要以貌取人，他待会儿会让你生不如死。哼，你是说他会让我生不如死？我看是欲仙欲死吧。怎么，叶少想试一试？
哎呦，好怕怕呀！你他妈吓唬谁？你真当我叶恒威是吓大的呀？一个破医生也敢在我面前要恒威？不过你可以带着他们三个陪我个三天两宿的话，本少爷可以考虑。小乞丐，看你的女人们要被我叶鹏飞睡了，着急了。臭女人，你敢打我！二师姐，你这巴掌扇的有点轻，看来实力有所退步啊。这要我们大师姐扇的，她估计早就倒地不起了。也可能是叶鹏飞脸皮太厚，比较扛打。好，很好，非常好。你们都活得不耐烦了是吧？我就让你们感受一下本少爷的怒火。我劝你还是先承受我大师姐的怒火吧。臭乞丐，我告诉你，我一定让你成为死的最惨的一个。上！就凭他们？看我说过吧，不作死就不会死。大师姐加油，给我狠狠地扁他们。四师妹，光在这里喊有什么用啊？你倒是上去过两招啊。二师姐，你明知道我学的最差的是武功，还调侃我。四师姐，那你回去可要勤学苦练了。小师弟，你才最没资格讲我吧，你的武功最差了。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看来你还不以为你面前站着是一群小人。看起来实力最起码在化气境。臭乞丐，晚了。那也不是我大师姐的对手。不是你大师姐的对手，看来你们还是不知道你们面前站着的人是什么身份。我告诉你，他们是夏国最大的情报组织雨花会的成员。雨花会？现在我就让你们展示一下雨花会的实力。二师姐，雨花会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雨花会就是你大师姐建立的。二师姐，你千万别告诉大师姐，大师姐比师父还可怕呢。看来叶总真的顶真格的了。那个臭乞丐倒是死不足惜，只可惜那四位美女了。哎，闹到叶上的手里，那可是要遭老罪喽。我警告你，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叶哥哥他从始至终就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害怕了？本少爷就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先向本少爷下跪道歉，我可以考虑让你在他们四个当中做老大。叶少，我警告你，梦里什么都有。臭乞丐，我待会就让你好好睡一下，让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给我弄死他们！谁敢？竟敢帮着叶鹏威为虎作伥，你们几个是不是嫌命长啊？属下不敢，不敢。滚！回来！你们给我回来！还不赶紧跪下，给我小师弟道歉。那个女的竟然是雨花会的会长啊！这下叶少可算是完了呀！还不赶紧躲起来，小心一会儿溅一身血！闭嘴！闭嘴！这帮墙头草，让我大少爷给他道歉！痴心妄想！叶少，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敢嘴硬啊？到时候我大师姐的拳头打在你脸上的时候，可别喊疼啊！大师姐的拳头打在他身上，这叶鹏威要是能吭出一声来，我就算你是个汉子！叶鹏威，你欺我师弟，辱我师妹，今天定不饶你。
这样看来，大师姐的修为已经快要突破宗师境了。叶鹏威，受死！大师姐，小心！大师姐。强的煞气，我是不是告诉你，别想阎魔殿手里青灵，管他什么青灵紫灵呢，伤我大师姐，要杀了他！为什么呀？不要亲自妄动，随时灭了死去。现在怎么知道得罪我叶家的后果？晚了。哎。刚才是你哥不知死活的，扬言说要灭了我。站出来啊！青灵实力太强，我根本都不是他的对手。我现在放了大师姐，我想办法逃出来。你们先走。你一个人不行的，我们一起上。对，虽然我的武功不高，但好歹是化界巅峰。就不信我们四个人干不了他一个。四个师姐，还有我呀。小师弟，你能不能不会？不要自认天罗。我们四姐妹是不会让你冒险的，小师弟，如果我们打不过了，就赶紧跑。不行，小师弟，你现在就得走。师姐，我。这。雕虫小技，岂敢班门弄斧？师弟，不会吧？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你们以为你们四个加在一起就能打得过阎罗殿的殿主吗？叶鹏飞，你快跑！你不是他的对手！你快跑！快还我们！这难道就是修为的最高境界，至尊巅峰？没错，就是至尊巅峰。三师弟怎么会有这样的修为？伤我师姐者，死！这小子也太厉害了，应该会像你爷爷说那样，他并非池中之物。这不可能啊！一个臭乞丐，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哎呀，我的倩倩呀，当初你真不该这么羞辱他。伤我师姐者，死！不可能，不可能！我叶鹏威不可能输。叶鹏威，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叶少，还不赶紧给我小师弟道歉！
我叶鹏威给一个臭乞丐道歉？能？看来还是不服气啊！你们太天真了吧！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叶鹏威输了吧？我告诉你，我们叶家早就和月薪集团达成了合作，而且月薪集团会帮助我们叶家成为夏国的第一大豪门世家。等到了那个时候，你们一个个还是要跪在本少爷的脚底下。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马上终止与叶家还有林家的合作。真相，学的还真像，学的还真像，我差点都信了。笑吧，反正你也笑不了多久了。什么？月薪集团要终止和我林家的订单？难道真的是因为他的电话取消了和我林家的订单？哎，倩倩，哎，叶哥哥，他说的是真的吗？他真的是月薪集团的总裁？不可能！什么？和月家的合作？还不赶紧跟我的小师弟跪下道歉！赵爷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照顾我，饶我吧，好吧？你把我当个屁，把我放了，好不好？啊！求你了！赵爷！像这种人，就应该宰了他！大师姐，算了，像他这种人，让他自生自灭好了。小师弟放你一马，还不快滚！哎，倩倩，干嘛去呀、啊？女婿，你看，你和我们家倩倩的婚事。哎呀，女婿，没想到啊，你这么厉害，还认识这么多厉害的大人物。什么女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可没胡说，不信你问问他，我们倩倩呀可是他的未婚妻。什么未婚妻？一点也不配。你这个癞蛤蟆，休想吃我小师弟的天鹅肉。哎，我告诉你啊，你可别乱说，我们倩倩可是江东第一美人，他们怎么不般配了？江东第一美人？就这，叶哥哥，以后人家可就是你的人了。你干什么？别碰我小师弟！怎么回事？我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哼，不同意？你们不同意好使吗？我告诉你们，你们小师弟和我们家倩倩可是有婚约的。赵瑞，婚约的事情你该不会忘了吧？什么婚约啊？当然是你们师父和我们林家定下的婚约。师父还给你定了婚约？和林家的婚约确实是师父定的。师父也太讨厌了，怎么能把小师弟许配给别人？小师弟，师父为什么要为你和林家定下婚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不能把我命中有劫之事告诉四位师姐，免得让他们担心。怎么样，这下你们没话说了吧？我自会禀明师父，取消婚约。三师妹，我跟你一起去。天真，婚约可不是一家之言，这个牵扯到你们天机门和林氏两家的关系，就算你们不怕得罪林家，难道也不怕得罪林老爷子吗？我告诉你，我爷爷可是当年龙虎军第一统帅。林倩倩，江玉燕，
当初是你们两个嫌贫爱富，看不上我师弟，现在看到我师弟实力了，又要上赶着嫁给他。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姐姐，你即便是这么说我，我也是不会怪你的。当初都是利益蒙蔽了我对瑞哥哥的真心实意，以后我一定好好珍惜我们之间的纯洁爱情。瑞哥哥，嗯。林倩倩，跟你比起来，我的演技也真是要甘拜下风了。唉，随你们怎么说，反正我家倩倩和赵瑞的婚约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如果是我要取消婚约呢？爷爷，我，哎呦，我的老爷子，这婚约可是您当年亲自定下来的呀。就是啊，爷爷，当初可是您一门心思让我嫁给瑞哥哥，怎么现在您就反悔了呢？闭嘴。小瑞，我们家倩倩真的是配不上你。爷爷，我可是您亲孙女，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倩倩，是我从小太宠溺你了，才会使你变得如此模样。唉，我的责任呢、啊？爷爷，小瑞，回去告诉你的师父，请他另择良缘，希望他不要责怪我。老将军如此深明大义，通情达理，我师父定不会怪罪。你们俩跟我走。爷爷，爷爷，小师弟的婚约取消了，这下小师弟是我的了。你呀，命中有劫，必须与定合之人结为夫妻，方可破解，否则万劫不复。看来我赵瑞的劫数已到。赵瑞，是我们上路了，想取我赵瑞的性命，简直痴心妄想。没用的，赵瑞，无论你怎么反抗，都是徒劳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没用的，我们是命中的劫数。怎么会这样？难道我赵瑞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我们也可以少受些皮肉之苦。既然是命中注定的话，那我也要逆天改命。越放肆，我就越兴奋。想什么呢？小师弟，你怎么了？不会是生病了吧？小师弟的脉象没有问题。小师弟，你该不会是没娶到媳妇儿，所以伤心了吧？没想到小师弟居然是个恋爱脑。师姐们，我没事。四师姐，你别瞎说。小媳妇儿、师弟啊，我们四个师姐陪着你还不够吗？嗯，好了，别逗小师弟了。小师弟，这是我新买的别墅，房子有些小，希望你不要介意。二师姐，这也算小房子啊？小师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你二师姐家可是帝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这对你二师姐来说也就是间寒舍。二师姐，那我今晚睡哪儿呀？哎呀，真不巧，这间别墅呢只有四个房间，但你看啊，我们有五个人了。二师姐，你成心的吧？故意弄这么小间别墅。四师妹，你不要乱说话啊！那我们今晚怎么睡呀、啊？小师弟，要不然你跟我睡。这间别墅是我，小师弟当然是听我安排。
天极门弟子中我排行老四，小师弟排行老五。按顺序的话，应该和我睡。当然听我安排。不行，小弟是我的，是我的，我的，我的。可以了，小师弟已经累了一天了，你们不要缠着他了。那我还是睡沙发吧。既然小师弟已经决定了，那咱们就听他的吧。凭什么听他的呀？就是凭什么？就我的别墅听我的，我不要，我就不听你的。不要说话，我不要吵，我就是。你们不要吵了，走啊。小师弟，你要不要去我房间睡啊？大师姐，你怎么也……我就是随便问问。二师姐，别怕，蟑螂跑了。小师弟，幸好你来了，刚突然窜出那么大一只蟑螂，可把我吓坏了。二师姐，天色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小师弟，我问你个问题吧，你愿不愿意做我男朋友？做你男朋友？干嘛你紧张的？二师姐跟你开玩笑呢。二师姐，你吓死我了！我哎，但是我确实有一个忙需要你帮一下，你能不能假扮一下我男朋友啊？假扮你男朋友？家里催婚实在是太紧了，你呢刚好可以帮我应付一下。哦，既然是二师姐的请求，一定没问题。行，那既然你答应了，下周就陪我回家一趟吧。哦，二师姐，嗯，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嗯。小师弟，应该睡着了吧？小师弟，你是我的朋友。我要是放开你，你可不许喊哦。四师姐，大晚上的你要干什么呢？当然是想让你明天陪我出去玩了。看你这意思，你是不愿意啦？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把你和二师姐的事情说出去。我跟二师姐什么事情都没有啊！我可都看见了，你和二师姐在卫生间。四师姐，你可别瞎说，我和二师姐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你四师姐我。认识很多媒体朋友，信不信？给你编个花边新闻，比如著名女企业家深夜私会，小鲜肉。好了好了，四师姐，那我答应你，明天我陪你。太好，那明天你先陪我去片场拍戏，然后吃饭看电影。小师弟，明天我来接你啊。哎，四师姐，你先给我解开呀！李导，李导好。金荣来了。李导，这是我小师弟赵瑞，你看能不能给他安排个角色，最好是都有亲密戏的那种。四师姐，你可没说让我演戏啊。小师弟，你要是不陪我，就把你二十九岁亲嫁出去。行。
我答应你。大儿，你看怎么样？好容易那个。大儿，咋样？孙荣啊，晚上有时间吗？有啊。晚上我给你讲讲戏吧。行。李导，感谢您今天为我小师弟安排角色。小师一桩，来，孙荣，陪我喝杯酒吧。来，李导，敬您一杯，感谢今天帮了我。孙荣，好酒量啊！不愧是国民女神，这是你。香啊，实在是香啊！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小宝贝儿？今天乖乖哄我，以后我的剧都让你做女主角。啊！完了，刚才的真气全部用来解毒了，现在根本使不上力气。小婊子，你怎么敢打我？告诉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是今天乖乖听话，我待会儿让你遇仙遇死。我就算死，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行，我让你遇仙遇死。没事吧？没事。我记得你，你敢打我，是不是不想活了？敢动我师姐，你才是不想活了！明明是他先勾引的我，我在这等着他上来就亲我，这种女人不要白不要啊！你血口喷人，明明就是你往我的酒里下药，不要听他胡说。放心，像他这种人，我才不会信呢。我告诉你，我的势力是全江东最大的娱乐公司。月下娱乐，你们敢动我，把你们全部封杀！这位知道怕了吧？出来混是要讲实力、讲背景的。你以为月下会听你的吗？张宏远先生，那可是我的恩师。张宏远，你说张宏远是你老师？张宏远得叫我一声老师呢。小子，吹牛皮吹大了吧？张宏远是你老师？你自己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应该照镜子的是你夏心柔。我看上你是你的荣幸，我要是你就乖乖的听话爬上我的床，你就应该好好的伺候。再敢轻薄我，杀了你。臭婊子，你是想动手吗？夏心柔，还不给李勇道歉。陈总，你们公司女艺人挺厉害呀，你看给我打的，你们还想不想在娱乐圈混了？李导，对不起对不起，消消气儿，我马上就教训他。夏心柔，你还不赶紧给李导道歉？我给他道歉，凭什么？就凭李导的身份和地位，你还想不想拍戏？想不想在娱乐圈混？陈总，光道歉可不够，你让他陪我一晚，让我消消火吗？没问题，就按您的办。夏小姐，你们老板都发话了，跟我走吧。小子，你信不信我用一根小拇指就给你捏死？你有一百根手指头都不好使。好小子，来人！哼，小子，你不是嘴硬吗？你不是挺能打的吗？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收拾你都不用我亲自动手。你说什么？你要收拾我？不凭你个臭屌丝吗？一分钟之后，我希望你还能是个剩菜。招惹我小师弟，你们死定。小子，谁呀？
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李导说话？赶紧滚滚滚滚滚！陈总是吧？你是我师姐老板，竟然帮着这样一个畜生！就你这种人，配当老板？明明是心柔先打的李导，他不该道歉吗？以李导的身份和地位，就算他错了，该道歉的也是你们。听到没有？赶紧给我下跪道歉，要不然我让张先生把你们全部封杀。李导，一分钟快到了。哼，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这种废物只能吹吹牛逼罢了。哼，心柔啊，我是不知道你是看上这废物哪几点，还不如乖乖的从了我，以后每部剧都让你做女二。呸！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三二一，三二一，等一下！你死的是猪头！张先生，竟敢欺负赵先生！你知不知道，就连我也得尊他一声老师，你赶紧给他道歉，听到没有？是张先生。赵先生，对不住，这都是误会。赵先生，李导，光给我道歉还不够吧？你忘了是怎么欺负我师姐的了？夏小姐，我就是太喜欢你了，不让你喜欢我。夏小姐，陈峰，夏姐，我错了，夏小姐。我告诉你，我夏心柔从今天开始不干了，自己开一家经纪公司。小师弟，你走。越大，可恶！难道我赵瑞真的要万劫不复了吗？小师弟，你没事吧？三师姐，我没事。小师弟，自从叶慧玲回来之后，我就感觉你脸色不好。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我真的没事。小师弟，你的谎言骗得了其他师姐，但是却骗不过我。三师姐，我还不跟三师姐说实话吗？既然是师父说你命中有劫数，那就一定不会错。我知道一个人，以他的实力水平，或许能解开你身上的劫数。是谁？这个人你也认识。赵先生，怎么样？我父亲一五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猛烈的劫数。张先生，我小师弟身上的劫数，就连您也没有办法解开吗？老夫我才疏学浅，面对如此的劫数，我也无能为力。小师弟，别灰心，三师姐一定会帮你的。三师姐，谢谢你，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认命的。只怪老夫无能，没有办法救赵先生于水火。赵先生，没关系。张宏远，你还知道自己无能啊？你是哪位啊？不管谁让你进来的，现在我请你出去。哼，笑话！我叶问天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还需要别人同意吗？赵先生，这位是？他是叶鹏威的父亲，叶氏集团的董事长叶问天。叶鹏威的父亲。你就是赵瑞？赵先生是我的贵客，请你对他尊重一点。尊重？贵客？现在谁都能成为你张先生的座上宾了。看来啊，你张宏远真是老眼昏花。张先生，
劳你，尚能依否啊？叶先生，你是来找老夫的麻烦？我是觉得张先生在高处待得太久，这高处不胜寒呢，也是时候该下来接接地气儿。张先生，是时候让出你的医圣地位。叶先生，看来你是否认老夫的医术的事。张宏远，你了，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你的医术早已过时了。张先生医术精湛，行医五十余年，救死扶伤无数，岂是你一句话可以否定的？哈哈哈哈哈哈！医术精湛，救死扶伤，我认为你就是欺世盗名，欺名盗誉罢了。住口！张先生的医术岂容你质疑？好，既然你们对张先生的医术这么自信，那不妨我们就试上一试。叶先生，你想怎么试？他叫陈志远，曾是林老爷子的部下，在覆灭东英国的战役中被东英的忍者毒药所致，造成了右腿残废。张先生，你当年之所以成为华夏国的神医，也正是因为你医治好了林老爷子的废腿。不知道今天你能否医治好他的腿？张先生，救救救救我吧。不知享誉大夏国的医圣张宏远，这次还能医好他的腿吗？经脉错乱，毒素逆流，已经危及生命，但是以张先生的医术来说，治好他不在话下。三师姐，总觉得有些蹊跷。小师弟，虽然你武功了得，但医术之事你还不懂。张先生，你要是没办法治好他的腿，我劝你还是把位置让出来。我张国人从不受控于这些虚名，医生这个称号你可以随时从我身上拿走，但是救他完全是医者仁心。好，好一个医者仁心！我叶问天倒要见识见识你张宏远到底有没有这位。陈志远这个老匹夫的腿，我早就已经找国外的专家看过，任凭谁来也都回天乏术，稍有不慎甚至还会危及到生命。敢得罪我们叶家，我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张先生一定是刚刚为你解结时消耗了太多内力。张宏远，你到底行不行？还是把你医圣的称号让出来吧，省得别人笑你啊！哈哈哈哈哈！张先生，让我来吧，此等小事交给我就好。你信吗？等一下，这位美女，你什么意思？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张先生了，我就能医治。哼，狂妄，狂妄！张宏远都做缩头乌龟了，把你一个女人拿出来挡枪，你配吗？怎么，张先生是怕了吗？怕我治好陈志远的腿？哼，笑话，我怕你。你执意要替张宏远，那就请便吧。慢着，
叶先生，您是后悔了吗？你要是治不好他的腿，把张宏远的称号一样也让出来。唐师姐，小心！我怎么会在这里？你刚才为陈志远治腿时，被黑色煞气所杀。那个人的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煞气？一定是叶文天搞的鬼，他利用蛊术将黑色煞气置于陈志远腿中，再以治腿为由将你拉入陷阱中。看来叶文天不只是想要张先生医圣的名号，还想要置他于死地。三师姐，我能治好陈志远腿。小师弟，你又不会医术，你要什么办法？千万不要冒险。三师姐，你相信我。我先救人去了。慢着，臭小子，你说要给陈志远看腿？你个无名之辈，你凭什么给他治病？就凭我有能力治好他的腿。能力？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享誉大夏国的医生，一个名满大夏国的医学教授，他们倒看不好你个臭屌丝，竟敢跟我说你可以治好。你们三个人在给我表演葫芦娃，一个一个的往上送。我赵瑞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好好好，既然你有那么大的把握，那跟我赌一赌。你想怎么堵你的腿？既然叶总想赌，那我自愿奉陪到底。不过倘若我要能治好他的腿。你要治好了他的腿，我就向张先生和你师姐磕头道歉。好，我答应了。一言为定。不行，小师弟，你不能跟他赌。叶问天，治病救人可不是儿戏之事，你怎么能以此作为赌注呢？是这个无知之人，他口口声声地说能治好陈志远的腿，怎么？难道怕了不成？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那本事，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小贼，我劝你还是不要跟我赌为好，以免年纪轻轻的终身残废的下场。叶问天，小师弟是不会和你赌的。我叶问天一向是以慈悲为怀，如果你不想赌也可以啊，但是你要把你身边这个美女师姐送给我儿子叶鹏威为小妾。小贼，你舍得你身边这么漂亮的师姐吗？您是谁？感觉如何？感觉比中毒以前好多了，舒服多了。谢谢赵先生。谢谢。曹先生，你年纪轻轻的，不仅能提笔画画，而且在医术上还有自己的独特建树，让老夫真的是惭愧啊！看来我医圣这个口号需要让钱了。张先生过誉了，
医生这个称号不光体现在医术上，您行医一生，拯救苍生无数，医生这个称号只有您才当之无愧。惭愧，惭愧。小师弟，我还真是有点看不透你了。说，还有什么是三师姐不知道的？三师姐，没了。这不可能！你们怎么还能解开此等煞气？叶总，是时候兑现咱们之间的赌约了吧？混蛋！都是这个仇人，要不是他，我一定能搬到这屋檐，侵吞他的财产。赵瑞，我一定要杀了你！爸，这个赵瑞虽然看着像个乡巴佬，但其实还是有点实力。我担心以我们叶家的实力。啊，看来我们只能联合月星集团了。月星集团。爸，您糊涂了吧？月星集团是那小子二师请的，怎么可能帮着咱们对付他呢？哼，你真以为月星集团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上？叶文天，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赌约之事不是我叶文天逼他答应的，何来过分一说呢？小师弟，如果是以你的双腿作为赌注的话，我宁愿。三师姐，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再也不是那个曾经在你们眼中什么都不会的小师弟了。三师姐，放心。哎呀，真是姐弟情深呐、啊，感动的我都快落泪了。怎么样，小贼，你是想继续赌约？还是把你师姐送给我儿子。叶总，我希望待会儿你输了之后不要像你儿子叶鹏威一样抵赖。少在这逞口舌之快，看好了再说。俺只想对付张宏远，没想到还顺手解决一个赵瑞，让你们羞辱我儿子，你都得完蛋。果然是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小师弟，你穿上二师姐送的这套西装，简直就是更帅了。二师姐，嗯，就装一下你男朋友，至于穿这么高级吗？你千万不要乱说话，等会儿可千万不要说漏嘴。你今天呢，就是我的男朋友。二师姐，嗯，这样会不会太亲密了？不许动！做戏当然是要做全套了。你爸，好好给我适应一下你男朋友的新身份啊！走。爸妈，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赵瑞。真是一表人才呢，小瑞啊！哎，你看你和小月的婚事定在哪一天合适啊？结婚这种事情，要不还是听你的吧。要不这样啊，咱就定在下个月的今天，你看怎么样？下个月啊，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哎，我没意见的。二师姐。嗯，师姐，你这是装疯子，怎么结婚去了？哎，难道你还不愿意跟我结婚吗？既然都没有异议，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吧。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吧。真是，我妹夫啊。这位是？这是我哥，于宣城。你就是我妹的男朋友，赵瑞。一看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你凭什么说我男朋友是吃软饭的？我说的有错吗？
他是那件衣服你给他买的吧？凭他自己怎么可能买得起？所以你们俩的婚姻根本就是他在图咱们家的钱财，你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怎么，你是在怀疑我选男朋友的眼光？我不光是怀疑，是质疑。我质疑你选男朋友的眼光，更质疑你经营月薪集团的能力。所以我劝你还是尽快把月薪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我，这样省得便宜了外人，也不至于让集团出现亏损。真是好笑，你凭什么让我让出月薪集团？你觉得这件事情爸妈会同意吗？小月啊，你呢马上也要嫁人了，月薪集团总裁的位置你还是交给你哥哥来管理。听见了吗？听见了吗？父亲都已经这么说了。林浅月，你还是尽早把总裁的位置让出来，然后和你的小白脸一起双宿双飞。爸，经营月星集团这些年，我让市值不止翻了一倍，您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小月啊，你呢毕竟是个女孩子，你就把总裁的位置给你哥吧，结婚之后就像妈妈这样在家里面相夫教子不好吗？把月星集团交到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手里，只会毁掉月星集团。云浅月，闭嘴！你过分了吧？江鹏那块地皮多久了，你还没有竞标下来？爹，你别管，鸡巴给你。你知道那块地皮对月星集团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有多重要吗？江东那块地皮我已经在竞标了。说别的没有用，你拿下来吧。云浅月 ，The business is business， 你知道的。你要是那块地皮再拿不下来，就把总裁的位置让给他，然后和你的小白脸一起双宿双飞。小师弟，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吗？二师姐，这房间里就一张床，我睡哪儿呀？要不我睡地上吧。当然是跟我一起睡啊。二师姐，这什么？二师姐，你忘了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了？二师姐，你就一点也不担心明天的竞标会啊？放心吧，我月星集团对江东那块地皮有如探囊取物。哎，总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那个傻妹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就没机会拿到江东那块地皮。那我就提前祝贺您了，云总。来，云总。等我成了月薪集团的总裁之后，好处是少不了你们叶家。云总，那我们叶家之后仰望您了。来，叶少，介绍一下，这是苍宇集团的董事长李俊豪，李总。李总，你好。你好。这儿的人怎么感觉跟江东的不太一样呢？那当然了，小师弟，这里可是帝都，来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云总，好久不见。李总，您怎么亲自来了？瞧您说的，江东这块地皮我昌宇集团势在必得，我怎么能不亲自到场呢？那今天李总可能要失望了，江东这块地皮我月星集团也势在必得。好好好，既然云总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位是？你好，我叫赵瑞，云总的小男朋友。哟，原来是云总的男朋友，那想必也是哪家的少爷公子。哪来的少爷公子呢？哪来的少爷公子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儿。
轩城，你来这里做什么？当然是怕你搞不定江东的那块地皮了。你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集团的事情了？别着急，好妹妹，我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小乞丐，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把你的美女师姐给搞到手。哎，真厉害！不过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小姐。叶少，看来你真是不长记性，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跪在我的脚下求饶的吗？把手放开！小师弟，这里人太多了。我看在我二师姐的面子上饶你一命，晚晚再动手，定不轻饶。好，手下留。待会儿我让你俩哭的。不用废话，好戏就快开始了。我宣布江东经济开发区的地皮竞标大会现在正式开始。这块地啊，可是一块可遇而不可求的风水宝地，起拍价1亿。下面有请各位老板出价。胡松集团出价2亿。文君集团出价2亿5千万。我安和集团再加5千万，出资3亿。哦，安和集团陈总出价了3亿，还有没有老板出的更高了？小孩子过家家嘛，5千万5千万的家。袁总，他们都是些小角色，上不了。等到后面还得看我们李总。有两位兄弟的帮忙，谁也争不过我昌邑集团。二师姐，咱们还不出价吗？放心吧，小师弟，没有人能抢得过二师姐。月星集团10个亿。月星集团云总批价10个亿。看来月星集团真没打算给别人留机会啊，我们还是别出价了。云总才出价10个亿，你老觉得我小家子气，那李总准备出多少钱呢？我昌邑集团出价20亿。20亿，昌邑集团看来是跟那个月星集团要较劲呢，狗戏不少呀。这昌邑集团虽然不及月星集团，但是也可以望其项背。哎，云总，你的钱不会是包养身边这个小白脸了吧？哎呦，云总，你要是花那么多钱养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人，不如养我呀。叶少，我家倒是缺少一条看门的狗，你有兴趣没呀？叶少是想跟我动手吗？我很乐意奉陪到底。看来叶少多多少少学乖了一些哈。使口舌之快，有本事拿下江东这块地皮。李总，你真的是太小看月星集团，也太小看我云浅月了。月星集团50亿。哇，50亿啊！出手真大，这么抽五十亿的价格，远超出地皮的价格多。这人数不算光着吧？这掌握这块地皮，就掌握了未来无限生机呀、啊！真是，师姐，一下子出这么多钱，可以吗？放心吧，这些钱对我们月星集团来说只是小儿一毛。50亿一份，10亿。我昌邑集团60亿，80亿，90亿，100亿，100亿。月星集团100亿，月星集团出资100亿，还有没有人能出的更多的了？云总，90亿已经是我的全部身价了，再不出手，昌邑集团就玩完了。沉住气，李总。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小师弟，我跟你说了吧，没有人能抢得过你二师姐。师姐，总觉得没那么简单。放心吧，医生。100亿2次，100亿。到你出场吧。我叶氏集团和昌邑集团共同出资101亿。你看，就多加了1个亿，到底是小地方来的企业。就算是昌邑集团，再加上10个叶氏集团，也不可能是月星集团的对手啊。对呀、啊，是啊，月星集团110亿。
云总，我们资金全部冻结了，怎么回事？你输了。师姐，怎么了？一定是明轩城买通了集团的经济。这个狗东西，为了集团的位置，不择手段。云总，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想一想，我云晨去跟人说。师姐，没事，我有钱，拿去用。开什么玩笑？怎么了？101亿一次，101亿两次，月薪集团出资102亿，月薪集团出资102亿，102亿，还有人出的更高吗？等一下。小子，你说你有102，吹什么牛？我的钱从哪儿来的？没必要向你汇报吧，林总。哪来那么多钱？这是欺骗我的后果吗？我可知道啊，这小子就是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乡野村夫，他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没想到。就是一个臭屌丝，臭屌丝，臭屌丝。这是帝都，小子，我是帝都唯一的大少爷，在座哪位不是非富即贵？你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小白脸算什么东西？想做我云轩城的便宜妹夫，那就把嘴闭上。哎呦，臭乞丐呀、啊，这回算是碰上硬钉子了吧？这张卡里有百亿资产。小师弟，你哪儿这么多钱？刮刮乐啊，小子，还100亿？你拿100万给我看看。没见过世面的是你吧？你连这张卡你都不知道？就这么个东西，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破纸骗子呢。对呀、啊。哎，我说臭小子，你要是骗人也用一个真一点，拿这么一张破卡，你们觉得能是真的吗？不是、啊、你看这种人不应该给他赶出去吗？赶出去，赶出去，不被我们同一个会场的还帝都呢，一群没见过世面。动手啊！谁敢动师弟？我要动，谁也拦不住。我说的，上！上！这张卡难道是世界第一大财团暗神财团的至尊黑卡？至尊黑卡，你他妈也被传染了？没错的，我有幸见过，我敢肯定，这就是至尊黑卡。世界上有这张卡的不超过3个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这张卡里有没有钱，验一验不就知道了？云总，害怕了？我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刷，100亿，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你他妈不是说他根本没钱了吗？不可能不是他的，你这个废物。现在江东这块地皮归月星集团所有了吧？我宣布本场竞标会地皮所归。等一下，我苍宇集团出价101亿，他才只有100亿，所以这块地皮还是我苍宇集团的。赵瑞，听见了吧？你拿什么跟我云轩城斗？小子没钱了吧？等他妈什么呢？还不宣布？我宣布，本场竞标会地皮所归，仓位。
三位师姐，你们总算来了。师姐，二师妹，这么大的事儿也不通知一下？还好小师弟通知了我们。就是，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小师弟跟别的女人结婚。四师妹，还是这么爱争风吃醋啊？哼，我就吃醋。陶瑞，这是竞标会，不是夜总会。你以为带几个姑娘来就能解决问题吗？江东这块地皮还是苍宇集团的。微雨花卉为月星集团出资，可华夏医学协会为月星集团出资五千万，我夏星传媒为月星集团出资五千万，这些钱够了吗？一二三四，四个箱子，一个箱子五千万，月星集团出价102亿，102亿。你还有没有钱？滚哪，没钱。钱，把钱都给我。手表戒指。我宣布，本次中标者为月星集团。林全成怎么可能？我林全成怎么可能会赌啊？我是帝都最强的大少爷，你们都该仰视我。于天宇，都是因为你，老天下山也好，一切都变了。因为说不和你的小师弟去结婚，你们结婚呀？抢我的东西干嘛呀？我杀了你！这个可不够，这种废物可能做自生自灭的。这个废物好丑啊！四位美女，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你要干什么呀？哎，师姐，师姐，师姐，快醒醒！来，师姐，你没事吧？没事。来，你其他三位师姐呢？叶鹏威这个混蛋，竟敢对师姐们下手，都怪我没保护好师姐。你不要自责了，这回谁能想到叶鹏威那个混蛋还留了一手？师姐，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应该是暗神殿的人。暗神殿？暗神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暗黑组织。管他什么暗神殿、光神殿，伤我师姐者，死！小师弟，雨花会一定会找到
其他三位师姐的下落呢？啊！悉地守日也不归。你们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一下子就起来了，真不错。 没把你们一个大师带上来，不过你相信你少爷，本少爷很快。叶红梅，滚蛋！放开我们！你们把，放开叶红梅！放东西，放开他！你杀了你！啊！放人！ 你们说，本少爷今天先从谁开始啊？漂亮的，等一个臭乞丐，真可惜。今天就你输你穿的最漂亮，那本少爷今天就从你开始啊，周瑞啊。 本少爷今天就是要睡了你，叶鹏飞，你放开我！叶鹏飞，住手！小师弟，站住！臭乞丐，你怎么这么烦呢？啊？ 小师弟，他刚刚打我，给我狠狠的揍他！死到临头还那么多废话，你们不会以为你们两个就能杀到叶鹏飞吧？啊？是不是不知道我叶家的实力？看来叶少是把局子挨着打了。回忆一下，大师别管，小心！ 被亏了是控制住了，叶鹏飞还真是卑鄙！你下三滥的手段，臭乞丐，还不是你老怀老子好事儿？加速，加速，来，用力啊，用力！算了。 师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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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一醒！师姐，师姐，醒一醒！师妹，师姐，醒一醒！小师弟，怎么办？要不我们回去找师傅，他一定有办法。现在就跑！咱们三个就死在这儿！大师姐，我用电脑黑进你的手机。 我在用你的手机跟你对话，你们那边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问师兄，还记得下山前师傅送给他那块令牌吗？小师弟，你下山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的令牌？快快接令狐！师姐，令狐，师姐，令狐，令狐，发生什么了？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咱们刚才应该是被控制了。没事吧？我没事吧？令狐。
给你们这么多钱，你来啊！叶少，这下你可没招了吧？去死吧！大师弟，你是要放过他？小师弟，我让暗神殿的人控制住他，让他给我从这儿跨下去。四师姐，还是你的花招多。小师弟是我的，我要跟师傅告状，我跟他说你欺负我，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呢？小师弟现在住的是我家，能让他去我家住好了，这不还简单吗？谁家没个房子了？你还敢动我？我要生气了！别吵了，不然我们打一架，谁赢了就是谁的。赵阳死意，你要不还是算了吧。就是啊。打架多不利于同门师兄弟的感情啊，多掉价呀！我们要不还是问问师弟的意思吧。四位师姐，对不起，我谁都不能学。师父，关于我身上的劫数，真的没办法了。此劫乃是你命中注定，就是。大罗神仙前来也无法改变了。师父，你不能看着师兄他吗？师父，兰儿，算了，师父尽力了。师父，看来我赵瑞劫数已到。来吧，我赵瑞不会害怕你们。小师弟，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还不赶紧投降？救命啊！小师弟，你休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师父，这就是师兄的劫数？哎，没错，这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四朵桃花劫啊！我本打算呢，利用婚事给他破解了，可是呢，到现在呀，也没想出来啊。师父，这回您老人家算错了，小师兄这是五朵桃花劫。救命啊！师父，救我！怎么又五朵了？徒儿，你自求多福吧。